好啦，呢度咧就係圓山飯店，我今日係可以順道嚟到台北嘅音響展嘅。因為咧，其實咧，我諗好少人嚟台北咧係會住圓山飯店，但係佢係好出名嘅。$250咁有隻碟咁啦嚇，遊客係冇優惠嘅，所以我係冇優惠，所以我俾咗$250。這個給我就好了。好，這是好，我這邊可以幫你。好，呢度係換 CD 嘅。可以幫我嗎？不好意思。CD 有在裡面喔，好 CD 在裡面，好，謝謝。門票，謝謝。它是呢分很多層，很多間房仔，我後面全條巷的不同房仔呢都是些展覽廳來的，好像香港舊會展那邊的音響展一樣，即是有大開也有房仔，它大部分都是房仔來的。啊！終於見到啲嘢得意啦！就係呢一間係台灣品牌，佢話係台灣做嘅，全台灣做嘅。咁啊，打機啦，咁都係我中意嘅嘢啦。咁就我睇中右手邊呢部啦。右手邊呢部咧就係 EL34 推環，佢有無線收發啦。頭先講咗，仲可以直插 USB， 即係有 DAC 嘅內置已經嚇，即係電腦啊一條 USB 勾咁就可以。玩 CAS 咁樣嚇，唔貴喎，38,000啫喎，38,000嘅台幣，即係唔使10,000港紙。咁個樣係幾靚仔嘅，其實又幾新穎啊個樣，呢個可以諗啦。結果就買了兩隻 CD， 是台灣的風潮音樂，我估香港都未必會有，我聽落覺得挺舒服，所以就買了這個$700台幣兩隻碟，現在都播緊。我會覺得是有些台灣風的森林音樂啦。咁啱啱用個零鐘頭草草行完啦，呢度有大概2.5層嘅地方，咁上面嗰2層咧都係啲獨立試音房，應該本來都係酒店房嚟嘅，咁啊改裝咗做啲一間間細房啦。以如果嗰、那個展覽規模嚟講，比喺香港細少少，同埋亦都冇咁多嘢買。另外，如果睇國際品牌嘅，咁不如睇翻香港啦。我嚟到呢度其實係想睇台灣嘅本地品牌。咁有啲台灣嘅本地品牌，我頭先都提過，我都幾中意，尤其嗰啲外形啊，同埋設計概念都幾新穎，都一啲唔輸蝕嗰啲外形。尤其係我中意嗰啲即係台灣本土自己製造嗰啲啦嚇。咁所以我希望台灣嘅朋友加油嚇，出更加多優質嘅本土嘅音響產品，我有機會係會支持嘅。